从草创到现在大概20年，秉持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，在全国各地慈善布施，基本上每个县市都有我们的据点，针对各里民低收入户、当地的街友、弱势族群啊，或残障人士，去他们的住宅做探访。现在的想法或科技的进步，跟山上修行的步伐改变，会想说，怎么样接触人群？例如我们有些义务的活动，剧团、舞团啊、花道啊、书法、茶道，我们也不限定各个宗教团体都是可以合作，互相观摩学习。大同世界慈善会不限于你是什么种族、宗教，用真善美的艺术角度，共创和平的世界。纯粹来这边放松打卡，你欣赏一下这边的环境，有提供挂单的疗法，可以来这边住，都是随喜功德，想要体验看看一日的修行或出家中的生活，找到人生的方向，更不一样的视野看待这个世界，欢迎大家来体验看看。